括就有海上的知識啦，船上面的雷達啦，會學到看地圖啊、海圖啊，怎樣用指南針，可以學埋獨木舟啊、風帆、滑浪風帆嗰啲，一啲步操的訓練啦、紀律的訓練啦。俾咗好多機會我去策劃唔同嘅活動啊，或者去計劃一啲訓練俾小朋友嘅社會啦。咁可能會接觸到唔同嘅人嘅，咁可能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啦。咁我哋可能要互相遷就啊，各方面都要慢慢適應咯。咁對於我哋未來出到社會，都係一個幫助嚟嘅。記得有一次我哋嘅活動嘅途中咧，就有一個領隊啦，咁佢就喺度黐緊一啲唔同嘅物資。咁當時咧就冇人出去幫佢手嘅，就有一位嘅嚟自新加坡嘅 Madam 咧，就主動出去幫佢手。咁事後咧就同我哋講翻話，我哋可能唔夠主動啊咁樣。其實我就可能反思翻，其實只係好一樣好簡單嘅事嚟嘅啫，即係幫佢黐下一啲嘢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做到，但係嗰一下我就係冇諗到，原來我有呢個責任去幫手咯。所以我覺得主動啲呢一樣嘢係，我諗我喺呢一個交流上學到，亦都係令我最深刻嘅。